等等，你可以问他们来一下。欢迎我们的艾娃，尖叫声，赶快来一下！请坐，他好小只，好可爱哦，可爱的艾娃，请坐这边，请坐，请坐。今年好像流行就是大耳环呢，戴上去整个就是气势一百。哇！艾娃，你今天才飙高音的是不是？听说你今天。还好，就正常。我平时表演都是会这种曲风。好，先跟镜头 say 一下 hello， 好吧？ Hello, 中天娱乐频道的朋友。中天娱乐频道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薇。哇，是第二年跨年，我去年在高雄遇到你。对。那今年在唱，有没有感觉更轻松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觉得。觉得自己进步了，因为去年我只唱一场嘛，然后今年我唱两场，哇，就觉得进步了一点点，就收的钱比较多了，没有，没有，钱就出去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但是就觉得更多表演了，因为我很喜欢表演。对，哇，有网友说你可以唱一下下盛夏光年吗？一两句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两句副歌，好不好？来来，阿静来，可是我怕会有点大声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希望可以盖到前面，把前台盖掉。后台比前台还要更热闹。对对对，来，准备，我来哦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咿呀咿呀咿喔，我不转弯，耶，我爱耶。我不转弯。我觉得唱歌的特质很像萧敬腾的女版萧敬腾，就是那种嘶吼，嘶吼声真的好厉害哦，很厉害。保养的喉咙，天气这么冷。保养你的喉咙，其实还好，就只是喝热水，喝热水就没有喝这样多冷的水。马来西亚会像这边那么冷？我们没有冬天，你们没有冬天，所以其实我很冷。这两天是煎熬吧？昨天更冷。哦，对，昨天更冷，而且昨天我穿短裤，然后我的膝盖就很冻伤这样，因为我。从小跳啦啦队，然后体操芭蕾，所以我的膝盖受很多伤，本身伤就多，比较脆弱一点。对，然后所以又冷，因为平时我去电影院看戏，一看完都会痛，更何况是这样冷的天气，所以我更痛。所以其实我昨天表演完，我走路都是需要人家扶的，今天早上也是。然后我刚才在表演前我就。粘的那个暖暖包吗？是不是就是沙龙帕斯、沙龙帕斯那种？是固定给我比较感觉比较有力，是有力在支撑这个我的脚。哎，你的粉丝马来西亚的粉丝说跟你报道了，然后说你是女版的老萧，好厉害，超厉害！而且我跟你讲，真的厉害，因为你的发片居然打败现在的师兄啊！你现在打趴了萧敬腾，他不太就是你这样不太敢说话，害怕。我觉得也是有幸运啦，也是有幸运，有努力也有幸运，这样是天时地利人和啦。刚刚你在唱那个《盛夏光年》的时候啊，那有时候那嘶吼声很粗，很像那种沙沙的声音，那到底怎么可以唱的？其实有人在马来西亚之前有人叫就是问我你这样唱可以教吗？对，但其实我也不太。你觉得那是与生俱来的？因为其实，我这个失恋音是我在15岁的时候意外发现，对，突然间唱到，然后我的妈咪就觉得，你用这个是这样子唱，你会痛吗？对，我就讲不会，而且就是可以持续练你一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。哇，对，然后妈咪就觉得，这样如果不伤声带，然后也不痛的话，你就可以。用啊，所以从那时开始我才继续用下去的。真的是好不一样，好想学，因为很有魅力，唱那个字，对，可能。好了，今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因为我刚发行的《诗中天气》这首歌，是，然后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可以一定会，一定会。4月就会上了。我们4月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再邀请你来我们的节目，来聊一聊你的专辑，好不好？你之前说你丢了啦。
对，缝了二十一针是在哪边呢、啊？这个，哦，就是这个，看到吗？哦，有这个伤疤，来来，我看一下，你有什么？哦，看到了，欸、看到了。那你不是麻瓜哎、欸？他可不懂，你是哈利波特、啊，哈利波特有没有？可是对，金头看好很多，好看，对对对对，还会很明显。因为你为什么这一次选择愿意在 MV 露你的这一个疤痕？因为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去挡起来，因为它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经历，是是最真实的自己就对了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有它，我也感觉整个人变。确实，不如给他遮出来。而且艾薇，他除了不遮他的疤之外，他的恋情他也没有在遮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恋情是不是？他有跟大家说，他有一个交往四年的男友，远距离恋爱吗？对啊，有点害羞。我们来聊是吗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新年呢？新年新希望有没有？首先最希望就是疫情可以快点走，嗯，然后大家可以健康平安，因为其实。走了，我回家也比较方便。来多久没回家了？半年。哦，半年。你那时候看到柯基还哭，又想到他的狗狗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看到狗狗想哭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，因为我从小没有离开过家人身边这么久，因为每一次我去上课还是练习，我的妈妈都会陪着我。哦，所以我是第一次离开妈妈，什么都自己做自己来，所以还蛮。觉得哎呦，如果有妈咪在我就不用这样累啊！现在要天天试训就对了啊，每天啊，每天、okay. 每天三四次吧。好，那频率很高。哦，那希望你的很乖的愿望都可以实现了。希望你愿望都实现。还有一个愿望，更重要，很重要的，就是希望我转进大卫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加油加油，好，新专辑上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打我吧，快打我。新专辑的时候再来我们的节目，好不好？谢谢艾薇，谢谢。对啊，你身高多少啊？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可爱，谢谢，不要感冒，不要感冒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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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台中绿宝跨年 Go 超大咖降临开唱，萧敬腾、顽童、安心亚连续两天双演唱会嗨翻天，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。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